我会让你白死的，我会继续的还债，会好好的补偿赵渊子。 为了我的良心，也为了你的夙愿，兰博，你必须立即谈下韦一堂。不管子苏的妈妈提出什么条件，你都要答应她。妈，我真怕她了，美国痞子斗不过中国大妈，你不要再勉强我了。这不是勉强，是必须。 韦一堂将是我们这所医院的灵魂，你必须把他拿下。我不喜欢听“必须”这两个字，我去开会了。魏焕行那个手术病人专家们正在会诊。你坐下。兰博，别逃避。我知道，你不想谈韦一堂，不是怕什么中国大妈，是不想见董家人。是。 我是怕去见董子苏。如果我现在虚弱的去和他谈什么韦一堂，我就真的变成三只手了。我把他的心偷走了，现在还要往他身上捅一刀，我做不出来。兰博，妈妈理解你。今天我也见了子苏，你放心，事情绝对不会是这样的。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帮董家一把。 这是什么绝招啊？嗯，这是我发明的声音刺激疗法。这田立功啊，正在医院倒气儿呢，连张三李四王八麻子，现在都不知道是谁了。这是为什么呀？这是遭报应的，人等亏等吃，老天的亏等吃吗？什么歪门邪道的？你可别让别人看见。妈，这可不是歪门邪道，这个声音刺激疗法呀，是有科学依据的。 那可是个脑袋，那是人身上最重要的地方。你放心吧，这个头上的穴位啊，我都在我自己头上试过很多遍了，没事儿。可万一呢？没有万一，妈，这次我有绝对的把握。半夏，我爸会不会疼啊？咱爸要是能感觉到疼啊，那就说明他已经醒了，那我还巴不得呢。嗯，你开始吧。好，那我开始了。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高招啊。
中医讲究辨证施治，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。我就想，要找到病人的症结。以我对我岳父的了解，我就想出了这个声音刺激的疗法，再结合针灸治疗，我岳父就醒过来了。其实这也挺简单的。辨证施治，昏迷猝醒，这个就是韦一堂的绝招吧？韦一堂的绝招有很多，偏瘫康复、风湿麻痹，还有很多疑难杂症。可是每个病症不一样，治疗的方法也不一样，很多治疗的方法都是不按常规来的。OK， 这就像军事上的超限战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规矩的不规矩的都上，治好了就是胜利。说得很正确。您是？我就是那个要帮助你实现理想的人。哎，你结婚那天我去找过你妹妹。哦，原来是您呐。哎呀，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叫李智，木子李，智慧的智。哦，您就是李智大夫吧？我知道，现在咱们医院新来了一个著名的心脑血管专家，大家现在都抢着挂您的号。过奖了。我去找你啊，是因为我要建一所中西医结合的医院，而韦一堂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中医品牌。董曼夏，咱们一起合作吧，我会给你一个平台，让你唤醒更多的病人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难道机会就这么来了吗？可是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开始呢？哎，别想了，马上就干吧，这个事儿可不需要决斗者啊。你可能都忘记了，要不是我假装甜蜜的男朋友去激你，你可能现在连婚都还没结成。那天那个人就是你啊。没错，就是我。董曼夏，我希望你拿出结婚的勇气，重建自己的事业。我非常希望能和您合作。太好了，我一定会帮助你让韦一堂发扬光大的。我急着找你是因为我真的很紧急。你不是已经很好了吗？再说几个事儿，别这么说好吗？我感谢你帮我们很好，可是我始终没有踏上婚礼的红毯，我心里不踏实。那你要我做什么？我想找你做我的伴娘。什么？换做你干嘛？子苏啊，我知道我不该再为难你了，可是我一想到我冤枉了你，我就想找机会缓和咱们之间的关系。要是我不想缓和，我就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。对，我就是在生气，我不干。子苏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我只有靠你才能留住兰博。我知道他一直还爱着你，可是只要你同意做我的伴娘，他就会断了那念头。子苏，我也是没有办法了，都到这份上了。我现在都已经到离婚登记处了，你还让我怎么帮你？还要找我做菜？你怎么这么苦？你命不苦，因为你善良，成人之美是会得到回报的。我现在就报答你。这是维生素 C、番茄红素还有胶原蛋白，都是美国进口的。我用不着，心里还有心要治。你不用，可是我有用。子苏啊，你就是我的药，是急救药。你做我的伴娘，不仅是救了我，也救了兰博。你也知道的，兰博不能再闹什么绯闻了，他们学术界最忌讳的就是男女关系。这次我特别希望你能够理解我，我真的不希望兰博一辈子受到良心的谴责。你这么做既是救了我儿子，也是救了我的家。你答应了？你真是又救了我一次。不不不，救了我，你救了兰博，我现在就去告诉他。服务员，再来一份披萨。不装了，别出去，别出去。田，人大夫说你还得再住一阵呢，你听大夫的，你别闹啊。我出去，我绝不听。爸，你这听半下。你右边还不会动呢，你出什么院啊？你半下。
白轩，哎，爸，怎么样？怎么了？快出院，快去，哦，出院是吧？您别急，您先躺下。出院是吧？嗯，我马上就去啊。嗯嗯嗯，您先躺下。咱不治了？怎么能不治呢？要治到底啊！可是，您看我爸现在这种情况，啊，剩下的治疗啊，主要是康复，包在我身上了。我一定负责把我爸给扎好，您放心吧。嗯，对，扎好了，我上班，快快快出院！哎，快快去！哎，出院需要医生开医嘱，明天一早查房才能定。不行，不行，这不，您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我找医生去。我找行政手续吧。走，我是医生，我说了算。可是啊，没什么好可是的。你看看病人恢复的多好，现在都可以说话了，可以选择回家康复。可是主任那儿……没事，我去跟主任说。这个病人从手术开始就是我和主任负责，我下医嘱，一切后果我来承担，赶紧去办吧。好，那可以出院了。嗯嗯。哎，老顾，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？我还得谢谢你呢。要不是你啊，我都不知道治疗还可以变成失智，超前站可以创造奇迹。嗯。希望你再来一把。好，我一定拿出奇迹来和你们合作。再来点。嗯，真是不敢相信。嗯，昨天你爸还睁不开眼，今天就在家里吃饭了。有什么不敢相信的呀？你不都看见了吗？再给我爸针灸一段时间，肯定能下地走路。哎呀，多亏。亏了半夏，爸，您别谢我，这个啊得感谢针灸，感谢韦一堂。我要是把咱爸治好以后，就能让所有人看到韦一堂的实力了。爸，我跟半夏都合计好了，以后啊我们两个人就常住咱们家，随时都能照顾您。没有几个月呀，您就可以像以前一样健步如飞了。这偏瘫康复啊是韦一堂的绝活，我以后天天给您针灸，一定能让您彻底康复。啊，好。这一下我也踏实了。你们俩长期住在这儿，你妈能同意吗？没事儿，只要我们愿意就行。我回娘家住，理直气壮。你婆婆不是坚决不同意你们来这儿住吗？要不然还是回去吧，啊，别再闹起来。妈，我婆婆那边半夏说了算。啊，对，是。得了吧，我可再也折腾不起了。你爸这也不是一两天能好的事儿。就让半夏没事过来针灸，你们这阵儿也忙累了啊，赶紧回去，晚上好好休息休息，回去睡吧啊。妈，你可别赶我们走啊。我舍得赶你吗？我还不是怕你婆婆不高兴。反正我婆婆她已经不高兴了，我们俩的工资卡都被她给没收了。你别跟妈说这个。那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我就得跟爸妈说。你们知道吗？没了工资卡，我们两个人有多狼狈啊，还不在娘家蹭饭吃呢，想吃啥就吃啥。他怎么能这样呢？妈您别急，我妈，我妈她那个人吧，你妈那是欺人太甚了。你结婚录音我听了，啊，那是向我示威啊。好了，你先别生气了，再气出个好歹来。爸，你就让我爸说吧，我爸离气说了这么多话，这进步也太快了。是，那还不是让你妈气的。是啊，我能不生气吗？你婚礼我没去啊，你妈她骂我，啊，报复我，还演什么什么二十四孝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。哎，你们回去啊，别在我身边，我不用你们伺候啊。你得用你们的行动给堵住赵燕子的嘴呀，啊。那结婚录音你也听了，咱半个厂的人都去了，这哪是结婚啊，咱家让赵燕子骂的，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甜蜜都让他骂跑了。咱们家上上下下让他臭了三辈儿，连梅影的外孙子都说到了。真的？爸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非要结婚。滚！滚！滚滚滚滚滚滚滚！我都滚，都滚，滚！你别着急，你别怨爸心狠啊！你们回去，我身边不需要你们，不用你们伺候我。你不能让赵燕子得逞，快回去！半夏，你说咱们做错什么了呀？姥姥不亲，舅舅不爱的。谁也没错，咱们赶快走吧，别让爸生气了。中风病人不能受刺激。以后我天天来不就行了吗？是吧？走，爸，我们走了。快别生气啊！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不能让他得逞啊！来，子苏，回去了啊。爸，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？啊，我岳父今天出院了，刚回家。哎，饿死了！哎，子苏，老板拿筷子。这都几点了，连饭都不管啊？这不是老婆出院的事儿没顾上吗？不
那你们的嘴呢？那么金贵，连电话都不打啊？我今天没做你们的饭啊。那我不吃了。哎，嫂子，这不就是丁副碗筷的事吗？快过来吃啊！干嘛不吃？就是，自从结婚以后啊，咱们一家人还没团团圆圆的吃过一顿饭呢。你说他们老田家啊，真能算计，自己的闺女女婿出了那么大的力，连饭都不管啊。妈，您别说了啊。我就得说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爱说什么说什么，连猫都得给我听着。我就说他们老田家。我岳父都偏瘫了，今天刚醒。甜蜜现在什么心情？您不能理解理解我们呀？啊，少说两句，让我们吃顿安稳饭，行不行啊？哎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叫人不报应天报应，这偏瘫可不是什么好病啊。不过现在事儿在后面呢。哎，甜蜜，他还给我甩上脸子了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你慢慢吃吧。你看你干嘛？看你干嘛啊？就顾他老婆。娘家不让住，婆家不让吃。我看咱们都变成他们斗争的工具了。小声点，别让我们听见。这是我的家，我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连猫都给我听着。哎，你别说，你刚才学的还真像呢。这都是让他给气的。那你说咱俩夹在中间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没事，咱俩先忍耐一下，等过一阵子有孩子，他们的注意力就转移了。你打住吧，我可不想要孩子。你老说不想要孩子，你没看爸妈吗？他们一直等着这个孩子呢。哎，我也想要啊。不要，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，坚决不能要。老公，你知道回来的路上我为什么要去药店吗？不知道，你又没让我进去。你看啊，避孕药。哎，甜蜜，你真不想要孩子？当然不要了，他们整天仇恨杀了的，我不能让这种仇恨延续到下一代。哎，这事以后再说。饿死了，咱们先吃饭，不能跟自己过不去啊，是不是？来，吃饭，吃吧。来，西红柿炒鸡蛋。你最爱吃的啊！哎，哎，啊！哈哈哈！你不是不吃吗？你啊，你刚，哎呦，你刚才说你不吃，哎呦，你听听，你听听，你听听，把他们浪的啊！你哥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，这娶了媳妇儿连自己的娘都忘了，行了妈，那他们吵架你就开心啊？反正我咋地都撞出个好来。恶人都让我当了，我这气的舌头上嘴上都长疮了。妈，你那长疮啊是缺乏维 C。 哎，妈，我这拿来一些药，你看啊。哎，这是胶原蛋白，这还有看什么全维多什么多维片，这些维 C 都是补品，可好呢。这些你都吃完了，你的嘴上疮就好了，全都是美国拿来的呢。嗯，我可享不起这福，现在让我吃了龙肝凤胆我都得爆炸。那还不都是你自找的呀？你说一家人好端端的吃个饭，你没事说那个干什么呀？搁谁谁能吃得下去饭？还怎么着？你现在开始教训我了啊？我热汤热水的伺候你们，让你们下了班就吃饭，我还有罪了？行行行，以后您不用伺候我，我不回来吃就得了呗。你敢？一盘都是你的，一盘都是你的，这吃饭都能吃出花来。姐，这么早出摊啊？出来透透气。哎，在家才生气。哎呀，谁敢气你呀、啊？还有谁呀、啊？儿子儿媳妇呗。哎，你说都几点了啊？还赖在床上不起了，什么都别想指望上他们。甭指望他们，现在这年轻人，我跟你说，一身懒肉。姐，要想吃他们，咱必须得想策略。什么策略？
你得赶紧抱孙子呀。哎，你想想，你成天孙子不离手的抱着，那家里吃喝拉撒不就他们自己去干去啊？哎，对呀、啊，这招不错哈。我跟你说，姐，咱这叫抱镜子亲嘴，别人不亲，咱自个儿亲。你记住啊，媳妇儿是人家的，不是咱自己生的。这孙子是咱自己家根儿上的。没错，得抱孙子，你赶紧抱孙子。嘿，我呀，这得回去跟他们说去。哎，别说金子，我这嘴上的疮一点都不疼了。你看我厉害吧？哎，拿几双袜子回去啊，拿来。什么生孩子？是啊，你们都结婚这么长时间了啊，也该考虑考虑了。趁我年轻还能帮你们带孩子，赶紧怀上啊。妈，我都和拜夏说好了，我们不做孩奴，要做丁克。丁克？什么是丁克啊？丁克就是不要孩子，享受二人世界的新兴人类。你们不要孩子谁同意了？还新兴人类呢？我看你们做猴子猩猩去吧。我们要不要孩子不需要别人同意。谁是别人呢？你们不要孩子我不同意。我同意就行了，要不要孩子我自己说了算。我看你啊，真是个克星，专门来克我的。丁克，管我肚皮吗？去，帮我干活去。家里出事了啊！来来来，慢点说，慢点说。怎么啊？你妈妈都快把我给整死了！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，又和咱妈闹别扭了是吧？啊！这怎么不是大事？这就是大事！咱俩到底哪受过这么多苦啊？你妈妈快把我当成童养媳了。行，那你慢慢说，咱妈怎么把你当童养媳了啊？老公，你听我说啊。妈妈就是跟我对着干，我把那洗衣服的水倒了，她说不能倒，还要给我冲厕所。然后我把那个油条给猫吃，她就说我不懂过日子。还有啊，烂了的桃子她都不让我扔了。没事，这不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？这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是大事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妈妈那叫专制。对对，这是大女子主义。不对，反正。她就是欺负媳妇的恶婆婆。哎，你不愧是当老师的，这么一会儿，你给咱妈扣了三顶帽子。老公，我就是受不了了，我要是再待下去，我不要疯了。天还不黑呀，我先要去上班，我不要在家待了。哎呀，媳妇儿，你这么大老远的跑过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呀？啊？让你跟你妈妈讲，我就是一只丑小鸭，我变不成像你妈妈那么能干的白天鹅。我算是失败了，我彻彻底底的失败了。老公，就看你的了。
妈。范夏，你的宝贝媳妇骂我，要是我是老班警，我都会被你媳妇气死了。做什么丁克赶时髦啊？啊，这不省心的事都被我摊上了。这要是我自己闺女，我早就修理好了。这个人的十字棋手好像没有我的先进。我都打了三年了，满级的号能有多少个？还想跟我挑衅？看我紫佩剑怎么让你愿赌服输！先来个香槟。昨天不就说了两句吗？还真不回来了。妈，大夏呢？你还问我呀？你自己动脑子想想，你也知道他在哪儿了。他还在我妈家呢。他都快成你们家人了。妈，他不是给我爸治病吗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爸病了，真是皇家太监不一个命哈！别说我病了，我死了都没人管我。满嘴的大实话，这半夏呀，为了在他丈母娘家忙活，他要是这么给我忙活，房顶都给掀了。这个蓝猫，跟我干什么？没干活就赶紧给我帮我打，要不以后没你好饭吃。大县，寇蒋坚，怕什么？大不了不干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不干了？是啊。你当那个电工那有什么出息啊？要出息你去当那个中医啊，那才出路啊。爸，人家专家跟我也是这么说的，他们还要跟我合作呢。您这么支持我，那我就更有信心了。是啊，我因为我相信你嘛。你是潜力股，啊，你得自己创造条件呐。你得给那个田玉一个未来啊。是啊，爸，为了田玉，我现在是得好好想想下一步的工作该怎么办。我上班去了啊。发烧了你，甜蜜啊！那你妈去吧。你和咱妈又怎么了？真是。啊！妈妈她指桑骂槐，那么难听的话我都说不出口，老公我嗓子疼。来，你这肯定是感冒了，没事，我给你拿点药去啊，吃点药发发汗，别动啊。今天别去学校了，我一会儿去给你请假去啊。老公，这什么药啊？维 C 啊。干嘛呀？哎呀，哎，甜蜜，你找什么？我给你找。
你都是维 C 啊，你给我把药换了。不知道啊，这药不都是你买的吗？你装什么糊涂啊，不是你是谁啊？我真不知道这个药我动都没动。你先上床，一会儿我给你问问吧，好吧？啊，那他管用吗？他可能连什么是维 C 都不知道。我先是明白了，你和他串通起来一起骗我。你说过你喜欢小孩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真的不知道。这一大早上的你们吵吵什么呀？哥嫂子，你们吵什么呢？你哥他把避孕药给我换了。你小点声行不行啊？你知不知道今天这个手术很难得，对我很重要。可今天对我们也很重要啊！我都已经约好婚庆公司了，你忘了吗？谁约的？我约的。那你一个人去吧。哎，什么你的我的呀？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，你不能做个旁观者，一切都由我自己操办啊。 OK， 那我就告诉你，我现在连个旁观者我也不愿意当。婚庆公司我不去，要去你就去操办一个人的婚礼吧。哎，伴娘都已经去了，你把人家晾在那儿啊？朵子苏已经去了。说，婚庆公司在哪？没人动你的药，真的。咱妈根本都不知道你吃避孕药这回事儿。她不知道吗？啊！这公鸡打鸣，母鸡报窝，这女人就是生孩子的工具，天上掉的是这个理儿。半夏，你听见了？这机器我不当，我是人，和我妈家去。哎，嫂子，甜蜜，你还发烧呢你？发烧呢，大人。这一大早上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你怎么坐这儿？你是追嫂子呀？追什么追？追什么追？别低三下四的追她，惯她的臭毛病。妈，咱们两家本来就水火不容的，你别又新添什么事儿了，赶紧去追去。哥，儿子，吃饭。子苏啊，跟我走，快点！哎，干嘛呀？冲我来，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算是做对了，以后就这么着，他爱咋咋地。吃饭。哎，子苏，我说大话了，你一定得帮帮我。帮什么呀？我这儿上班呢。不，你请假也得帮我，真急死我了。南博可能已经到了。去哪儿啊？婚庆公司啊，我让他今天去订婚礼程序，他不肯去。我一着急就说你已经去了。兰博如果知道我撒谎，他肯定不跟我结婚了。子苏啊，你要帮帮我。你把我当什么呀？我是你的丫鬟还是保姆？没事敢给你擦屁股堵枪眼的。我不去。子苏，你不去就是害了我。谁害谁啊？现在是你害我，害我给你当同谋。再说了，就算要给别人当嫁衣，我也做真的，不做假的。好，我不逼你，我早就知道你根本就不敢去，因为你心里有鬼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不敢去，是因为心里有鬼。好，我去，我待会儿不上班旷工，我也陪你去，行了吧？我倒是要看看这个鬼在谁的心里。等着我。这就是整个婚礼的流程，感谢新娘的细心，她为我们的婚礼制作了T流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什么是T模式？T模式啊，T模式就是婚礼倒计时，每一项程序都有时间标准，还有执行要求。那我这不是在卖自己吗？亲爱的，你别烦，这些啊都是给婚庆公司做的，咱们就只管享受。享受？应该是受尽折磨吧。好了好了，那咱们就不提这些了，一切都现场发挥吧。亲爱的，我们去买钻戒吧。虽然鸽子蛋是我的最爱，但是只要是你买的，多大我都喜欢。你自己去吧，我下午还有个手术要看。这怎么能行啊？你一定要帮我选啊，人家广告上都说呢，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，这个钻石可是要留给咱们子孙后代的，是吧子孙？咱们女人最重视钻戒了，一个女人的钻戒买了有多大，就代表她在这个男人心目中的位置有多高，对吧？
早出晚归中，心上绣了，上绣了。门关了，窗却开着，陌生了，熟悉是背靠背的面对，那张暗窗头的灯，将这往事轮回，在无痕的相依相偎中，梦远有了。想问回家的那条路，我还是我吗？那十字路口前你依旧的青涩呢？那些。